是个宝贝，谁找到了谁不累，对对对对，快乐是个蛋糕，谁分享谁就嗨配。上那屋去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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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妈呀，这又咋的了？你这倒霉孩子，就是谁生的像谁，干点活毛手毛脚，跟他那个神妈一样样。今天是我们家的乔迁之喜，我得好好的绷绷煞气。哎，爸爸爸，这可不是原来咱住那城乡结合部啊，严禁燃放烟花爆竹，归你管不？不归我管呢，归你那大女婿管，他不这儿的物业吗？专管这个。那我就更不怕了。哎爸，哎哎哎，那玩意儿可不能乱放啊！行，放放去吧，别管他，操不操心？就这儿了，来一个行不？走着，小样，就放了。谁放鞭炮呢？不让放鞭炮不知道吗？看谁放鞭炮呢？看见谁放鞭炮了吗？进那屋了，进那屋了。你看准了吗？我用人格保证他进去了。你别追，追没有用，你管不了。你这话说的怎么叫管不了呢？你肯定管不了，必须管。你看看你管不？我看看，爸。爸，办出事儿了吧？爸，你别走，我问你，你刚才是不是在外边放鞭炮了？没有啊。哎哎，你不上班了吗？回家干啥了？赶紧上班去吧。上什么班啊？爸给我叫回来了。我什么时候叫你了？你不是放鞭炮传呼我吗？我放鞭炮是传呼你呀。你看看，孩子，我一猜就是咱爸放。我刚才就看见一个胖乎乎的人拿了个鞭炮，就听见叮，然后人就没了，啊，崩飞了。啥崩飞了呀？人跑了呗。那就不是我，我放的是二踢脚，俩响。你刚才个就叮，当呢？当来了，这还说啥？爸，当已经来了。行，掏钱吧，罚款50。对，多罚他点。罚谁？罚您呢？我是谁？你是我老丈人呢。你是谁？我是您大姑爷。你这是姑爷跟老丈人说话的态度吗？不是，干啥呀你？那咱俩不是还有第二层关系吗？啥关系？那我现在是啥呀？物业。您是啥呀？业主。那您这是业主对物业说话的态度吗？哎呀妈呀，你有完没完了你啊？哎哎哎，哎呀，物业物业物业。啊，一进院一进小区就听着你物业物业物业，怎么了？物业牛啊，物业了不起啊。啊，有这么跟老丈人说话的吗？妹夫，你不知道啥情况。我什么情况我都知道。啊，什么情况？二姑爷 啊，你爸他惹祸了。怎么了？人家这个小区不许放鞭炮啊。哎，你爸出去放一个啊，这不叫你大姐夫抓住了要罚款。呵，呦大姐夫，没病吧？寻思啥呢？啊，我就光听说有警察抓他爹的，还头回听说有物业罚老丈人。行行行行，爸，没事啊，大姐夫是开玩笑呢。我没开玩笑。大姐夫，你过来，你这个人不会开玩笑。我是不会开玩笑。那你以后就别开玩笑。我没开玩笑。你可你整着大家多尴尬呀。尴尬吗？行行行，快快回你们物业忙去吧。啊，哎，早点回来了过底。哎呀，你不要妨碍我工作啊。哎呦，爸呀，刚子，你还真来真的呀你呀。
爸刚才放鞭炮，人家里街坊邻居都看见了。爸，我不管，那别人我咋管呢？我就放那么个小鞭炮，他能咋地？还能咋地？问题老严重了。现在你看看这地球都变暖了啊，什么雾霾、酸雨、沙尘暴，你说你们家也不注意，他家也不注意，将来地球这空气还友好吗？哎，你看妈这水平多高啊！妈，掏钱吧啊！哎呀，行了，要钱呐、啊，找你妈要去，她水平高。该你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大姐，别算了。我看我姐夫把这事还当真事儿的，老公，哎，替他妈把罚款交了，没问题啊，不就50块钱吗？啊，50000我都不带眨眼的，哎，这房子的首付大头我掏的，大姐夫，哎，但是这50块钱我可不能给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因为50块钱伤害了我的爸爸。你怎么的？你得了帕金森了？我怕不怕我也不给你钱啊，这钱您真得交。哎呀，刚子，爸没钱。爸咋没钱呢？我昨天晚上不是给了你100块钱让你给爸让他买酒喝吗？啊，你没给他呀？我给了，我给爸了。钱呢？兜呢？你不是100的？就是没事儿，我找您50嘛。我哎，你是哥，你爸没整的了，零的啊，50。挺好，100块钱我整稀碎。哎，爸，这是发票啊。你谢谢您支持我工作啊，回头我陪您喝小酒啊。爸，那我走了啊，那物业还忙着呢。哎，早点回去吃饭啊。行好。哎呀，妹夫，我走了啊。行，走吧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，没见过这么倔的人。我这，哎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啊。妈，哎，来，怎的？哎呀，你和我爸看看。看看您二姑爷给咱家置备什么新设备。哎呀，媳妇儿用不着炫耀啊。哎呀，小小礼物不足挂齿啊。这东西小名按摩椅，大名太空舱。啊，太空舱啊。妈，你不是爱跳那个广场舞吗？哎，跳一天跳一身汗没关系啊，往这舱里边一蹲。怎么的？你想把妈当四面楼放出去啊？呵，这大姐。哎呀，大姐，哎呀，能不能行了？就这椅子，你往上边一坐，那就顿时有一种进入太空般的感觉。要不我们两口子呢？妈，哎，别小看这椅子啊，这椅子能给你捶捶背，能给你揉揉腰，还能给你做个足底按摩呢。真的？你爸这点活他都包了，那我后半辈子干啥呀？哎呀，爸，你看现在咱日子过好了啊，搬新房了啊。你也该享享清福了。哎呀，媳妇儿，哎，来，把这玩意儿咱抬到咱妈屋里啊。妈，哎，试用啊。哎，你这用着不好，我给你换新的。哎，你别说啊，同样都是姑爷子，你说办起事儿了他俩就不一样呢。哎呦妈，咱别提那一根筋了，行不？啊，你说当个物业还玩上六亲不认，有意思？没事儿，妈。哎呀，一家俩姑爷还能个个都有本事啊？有我这一个，你二老就享清福了。哎，我这不是说我大姐夫啊？你看我这大姐夫干物业干了多少年了，到现在连个副经理都混不上。哎呀，哎呦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朽木不可雕，烂地瓜不可乎也。哎，老东西。把那50块钱给我掏出去。您这是我大姑爷孝敬我的钱。孝敬个六，头脚孝敬你，回头就给你罚回去。妈，哎，爸，你们别怪刚子啊。啊，没怪。工作认真，我看挺好。挺好的。可是他俩说的那是啥话呀？啥是朽木啊？谁是烂地瓜呀？不就是做生意挣点钱吗？瞧不起谁呀？大姑娘啊，别往心里去啊，都是一家人，他们没啥别的意思啊。你看看，哎呀，我姑娘，快上，别往心里去，好不好？哎，哎呀，大学就毕业了，还没长大。哎呀，瞧这多大了，还这么贱呢？过来，把东西给我拿进来。范爷爷，看看我家最有功劳的，你知道不？哎，妈，哎。哪个房间是我的呀？啊，就那个
一张大床那屋是你的啊，那屋是我的。那这两张单人床的谁住啊？我和你爸住呗。范奶奶，您和范爷分居了？你这孩子会说话不？啊，这回你爷爷有机会了。不瞒你说，我爷爷一说梦话就捣鼓你妈，有时候还唱歌呢。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。哎，行行，别唱了。姐，姐，你咋了？啊，那个干活把眼睛迷了。不对，你哭了。没哭，哭啥呀我？是不是二姐他们两口子回来了，欺负你了？没有，等着。哎哎，小妹，二驴子，小妹，二驴子，看你呀，跟谁俩叫二驴子呢？没大没小的，你说。你是不是欺负大姐了？没有啊。那大姐她怎么哭了？我怎么知道大姐怎么哭了？哭了吗？我告诉你二驴子啊，我可忍你很久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还忍你很久了呢？咋的，一点淑女形象不要了是不？我告诉你，我要不是你姐，我早揍你了。你知道呀，吓死宝宝了。你跟我玩恐吓是不？我告诉你，本宝宝可不是被吓大的。哎呀我的妈呀，你是宝宝，我也不保姆啊。龙龙龙，怎么了？不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哎呦哎呦，这谁？这是哇，亮瞎了我的双眼了。嘿，哎呦，这小身条，哎哎哎哎呦，这是我小姨子吗？这是。哎呀，小姨子越来越漂亮了啊。哎呀，小姨子，有一点你做的不对啊。怎么跟你二姐说话呢？没大没小了，你看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！哎，打仗打不过你还勾人是不？我谁没有啊？来人！走！你让你小狗子给我拨出去！扎！往哪扎？往哪扎呀？你比他大不了多少，我不出了。媳妇儿，没事。你们听听，我小姨子给我起这外号多好，小土豆子多萌啊，这个多缺心眼儿。没事啊，挺好。哎，怎么着啊？不给我留脸了是不是？啊，不给你姐夫留面子啊？拿你姐夫的面子当鞋垫子是不是？哎，你还告诉吗？啊，我说你今儿个要是有干的意思，你尽管放马过来。哎，大姐，那个，来来来，你看看，哎、你看，哎，小妹，快拿去，埋去了，快点。小子，太冷呀！这孩子就是不给我留面子。别理他，拿我的面子当鞋垫子，你说这小姨子。哎，哎姐，你看看，哎，就他那小脸的平方面积，你够做一副鞋垫的吗？你不够，闭了。小米立着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啊，有这么跟你姐夫说话的吗？啊，没大没小的。没事。妈，没事。妈妈，哎、妈妈，不是我说你们嗷嗷的喊啥呀？啊，这大的闹，小的吵，还让你这当妈的省点心不？妈，你看他一回家就疯，谁惹他了？回来就管我叫二驴子，二驴子的。叫二驴子就叫二驴子吧，啊，反正你也不踢人。妈，这可不对啊！她可是你亲闺女，她要是驴，那您也差不哪儿去。DNA 来了，爸，你坐。那你这孩子也是，那是你亲二姐，什么玩意儿？张嘴闭嘴就二驴子的。爸，说的倒挺对。妈，行了，现在我宣布，今天咱们家是乔迁之喜。大喜的日子，大伙儿聚一块容易吗？都板板你们的小脾气，必须微笑，嘴角向上，每人露出八颗上牙。啊，对，我给你们做个示范啊！哎呀妈，你啊，你，哎呦，我说老头子，你干啥呢？我满嘴就剩六个，我上哪给你弄那俩？咱可说好了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跟你绷脸造。你要再看见我跟你有一点乐模样，我就随着孩子们管你叫爹。
这一进门就有人喊爹我呀！爷爷，老起来了！哎呀，老王大哥呀，你咋来了？你雪恁家这个乔迁之喜，我能不来吗？对不对呀？哎呦我！那个老范不在家，让你失望了吧？哎妈，这么一大坨子我没看见呢。我说您老哥俩见面就掐，掐了一辈子了你。哎，那小伙是谁呀？咱们小区的这物业经理。我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经理。刚才你们搬家，把这个箱子落在小区门口了。你学学恁家这些人，我是什么脑都有病啊？搬个家把这么大一个箱子给扔外不要了。人小伙就搁那给你看着，你说我要不学，我和他一块儿给你搬来家，人小伙还搁那站着。哎呦，这真粗心！谢谢经理，谢谢经理啊！没事没事，老王大哥也谢谢你。不客气不客气。谢谢他干啥？哎呀，那大箱子落外边了，人家给抬进来，不谢吗？就是。范奶奶，只要家里有您在，就算箱子没落门口，我爷爷也能把自己箱子拿来给你送去。哎呦，还有这了解我，把这箱子接过来。哎呀。恁家这个家挺大呀，对呀，参观参观。你给我看看，哎呦妈呀，没有闲房间。王叔，你慢慢看，你就是我大姐夫的领导啊。看看看，你大姐夫？这赵刚还大姐夫啊？是，帅哥，这么年轻，这么优秀，你看，咱俩加个微信呢？好啊，那咱俩摇一摇。好呀，摇一摇。王小庆，哎，你给我过来。嘉硕。我们家搬到这地方，你爷咋知道的？来，请坐。是不是你这个孙子告诉他的？他不是你。我跟你爷处了25年的邻居，他就困扰了我1/4个世纪。今天我总算盼着这搬家离开他了，你又把他给勾来了。你这个孙子。你是真孙子，我就是孙子呀，我就是孙子。哎呀，我学老范呐，你学咱哥俩这么多年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冷静这么一半走不是吗？哎呀妈呀，我还挺舍不得的你。说点实话，你是舍不得我吗？舍不得我，爱咋咋地。你说这话你不应该这么理直气壮。我说老范呐。今天咱家乔迁之喜，来了都是客，是吧？哎，大哥，下班俺家聊过底儿，搁这同喜同乐。你放心吧，我来了我就不走了。礼物我都带来了吧？你看看，这不聊过这礼物了？我看看。哎呦，叔，这葱不好买吧？我先挑的。哎呀，大姐，找个盆给他栽上。老王，有本事今天晚上你就别走，我好好敬你几杯。就是补夫啊，喝一回倒一回。他我还得拜托你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选。哎呀，这不是咱我搬家了吗？是吧？今后啊，如果你不嫌道远，打车不怕费钱，走道不怕费腿，我就欢迎你常来我家坐坐哦。老范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还就得经常上你家来坐坐。我告诉你，我一不怕道远，二不怕打车费钱，三我不怕走道费腿。实话跟你说，我也搬家了。你家搬哪儿去了？你家对门。我。哎呀，王叔跟咱们做邻居就把你吓倒了。谁倒了？我也是条汉子，天塌下来我也倒不了。哎呀，你这还是汉子。50块钱您还得花。那我这说他不能罚我吗？物业同志，从今天开始放鞭炮罚款涨价了。涨多少钱呢？100。让我给他看家，那是对我多大的信任呢？呀，谁扔烟头啊？别让小雨一个人喝了，找你。看家必须看好。啊？这个瓶子是不是你扔的？谁扔的？我眼看着你扔的。我昨天还扔里根扔，你看着了吗？扔个什么玩意儿？扔里根扔。没听过呀，
楞根儿里根儿楞，嘿嘿，楞根儿里根儿。是，收下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？你说咱们小区的环境跟国家环境是一样的，需要大家的爱护和保护。不，你一个物业经理欺你物业费得了呗，还管人环保嘞？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把你家物业费交一下。这是小米粒家，你朝他要去。我收你家物业费。我也搁家，你朝他要去吧，臭老师。行了，我上你家找你爷物业费去了啊。哎，来来，坐这。干啥呀？咱俩唠会嗑来。不是你一天有一句正经话吗？你，这回我就跟你唠点正经的。说吧。你不说我走了啊？哎，别走！我说，那个，你看啊，你长这么帅，追过女孩没？追过呀。咋追的？你别告诉我你长这么大没追过女孩。追过，都失败了。那为啥失败啊？他们都说我不浪漫，抠二。那不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我哪有问题呀？不瞒你说啊，有一回。我头一次见他，我就领他去看电影，包地场，我不浪漫吗？抠吗？那还可以啊，那电影老好看了啊，《喜羊羊大战灰太狼》，这俩人打的。你刚才说什么电影？《喜羊羊大战灰太狼》啊，有狼，动漫，多浪漫呢。那个王小倩啊，那你是太浪漫了，我收物业费去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看完电影我就请他吃的饭，撸了20多串大腰子。那你俩挺能吃啊。他没吃，都我吃的。行了，我收物业费去。等会儿，你还没教我呢。我教你啥呀？你教我追女孩啊？教不了。我求你教教教教你教教我呗。真教不了。真的，这事要是成的话，我俩结婚，不用你随份子钱。来，我问你，女孩最喜欢什么？腰子，那是你。啊，对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送他一束花，花本身就是个很浪漫的礼物吧。然后就在他接受的时候，你随手放个音乐，烘托一下浪漫的气氛，再拿2张电影票约他看个电影，这事儿不就完了吗？假如，我现在就是你最喜欢的女人，你别误会啊。不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吗？只有真正的做一回女人，才知道女人最需要啥。你可别恶心我了啊！我收回物业费的，我不等会儿你教了我呀。我教不了，我教你啥？我教不了。走吧，都走，谁也别理我、啊。就俺家我爷稀罕我，就想抱我重孙子，就抱不上，谁也不帮我，干啥呀？都走吧，走。哎呀呀呀呀！瞅你那熊样，我帮你。真的啊？那咱开始。离远点。这样啊。就当咱俩约会，然后我迟到了。你好好看一下。就演一遍呗。好。行。这还不来呢？都迟到2天了都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能等得起。这束花送给你，送我的，好喜欢，喜欢就好。你知道你在我眼里是什么吗？啥呀？你就是一个小偷。嘘，别说话。我的心已经被你偷走了182天。4368个小时，15724800秒。不是，现在才知道，我的这颗心，原本就不该属于你。既然，在这个爱情的世界里，我定不了你这个小偷的罪，那就让我们这个没有躯壳的灵魂，被你俘虏一辈子。哎呦我太有画面了，成了，谢谢。告诉你个秘密啊，我爷搁家呢，管他要钱去吧。王小倩。
我都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。我不送，成了成了，这回我爷能抱上孙子了。不对，我是孙子，我抱上重孙子了。太好了，182天，4000。王倩，我让你给我看家，你给我家神刀子干啥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迟到了。我。这花你拿着。这是花。嘘，别说。你这个小偷。我。嘘，别说话，小偷。你把我的心。已经偷走了182天，4000来个点儿，好多好多庙。在小偷的世界里，不对，在小偷的爱情里，我定不了世界的罪。哎呀，那个，我希望你能够绑架我，把我绑架的一辈子别松开。哎呀，你这养的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啊，杀的。下面的环节是电影票。滚！喜羊羊大战灰太狼。你咋回事？我不是让你。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收一下物业费。哎，给钱的事儿，男人来做。王小倩，这是你家物业费，你爷根本没在家。家的物业费。好，好，没什么事我就走了啊。哎，等等，你工作那么辛苦，这个送给你。这，嘘，别说话。你知道你在我的心里是什么吗？小偷。好浪漫。我的心已经被你偷走了182天，4368个小时，15724800秒。这词儿挺熟。别说话。既然在爱的世界里，我判不了你这个小偷的罪。那么就让我这颗没有灵魂的躯壳被你俘虏一辈子吧。哎，这花我给你放这儿了啊，我还有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我啊，我也去。来点正经的还不行了。楼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看看都几点了，你们家人半夜不睡觉啊？行了，别刨了，直接下来刨我吧。哎呀爸呀，你这大晚上的练什么嗓子呢？我这练嗓子，你听听啊。嗨，这不是我上装修呢吗？多正常啊。这还正常啊？哎呀爸，哎呀，你得互相理解呀、啊、那谁家搬新家不想早点装修完了洗迁新居啊？对不对？是他们想洗迁新居了啊，那邻居活不活了？哎呀爸呀，哎，你要想图清静 啊，你就跟我妈跟我大姐似的，到公园去溜溜弯啊，一会儿人家不装了就消停了，你再回来休息嘛。我想去啊，我走不动。不是，我说爸呀，你得有一颗平常心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听着这是噪音、我听着这就是交响曲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我就有工程队呀，
我的好几个工程队都在各家各户装修呢。你手下人也这么干活？我没有啊，我们是大公司，我们有严格的规定，有时间那不准扰民的。行了行了，你要闲到我把窗户关上。哎呀，哎，你看看，不用我们管。管那闲事呢，得罪人。哎呀，你看见老爸，有人管。哎呀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安静就是幸福。哎呀，爸，我跟你说点别的事儿啊。啥？我大姐夫是不是让物业给撸了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到大门口站岗去了。谁说的？我刚才啊，我刚才开车，从咱小区进门啊，我就看见我大姐夫，哎，那熊样，哎。嘿，啊！我想问问他怎么了，这是没停啊？他不让我停啊！走，堵路，快走！你看准了是你大姐夫？怎么不是他？他我还能不认识？他怎么能把大门去呢？后来我打听了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咱们小区啊，前两天搬过来一个业主，那业主啊违章停车，把车就停在咱们小区路中间了。我大姐夫管闲事儿，你说，你得好好跟人说呀。他不，他找好几个人啊，把人车咔抬起来，咕咚，扔河里了。扔河里干嘛？他有那么大劲儿吗？他扔路边了。那你咕咚一下干啥呀？不是，车主人家不依不饶啊，这是罚他，让他看大门去了。别接接，就这家。拉咱电闸的物业就住这儿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姓范，这家老大。别说我了解。有人没？有活着的吗？还能喘两口气的算不？我不愿搭理你。小土豆咕噜过来。我家伙我还挺有名啊我。哎，怎么着？你们家是不是有人在物业上班啊？对呀，怎么着？你家是姓范不？姓范啊，怎么了？是你家老大不？我找范老大。那范老大是我哥，死40多年了。没，等会儿。爸，这肯定不是找你大哥的。这找谁呀？是找我大姐夫的。我大姐夫不就在物业吗？他肯定把人又得罪了。你说这人，我问问他啊。你问问他。大姐，你找范老大有事儿啊？哼。他拉我们家电闸，拉你们家，楼上装修那是你们家呀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他把你们家电闸拉了？是啊，活该。老爷子，你这可是在激化矛盾呢。谁激化矛盾？没有，你们家天天扰民，你不知道。我说什么了？来，美女，我跟我爸说啊，没事啊。爸呀，干嘛呀你？我大姐夫把咱们小区人都得罪的差不多了，咱就别再替他得罪了。就这种人呢，得罪就得罪吧。这，为了让老百姓睡好觉啊，当领导的就得敢作为。老爷子，好了，爸，你去睡吧。好了，哎，大姐你消气儿，爸，你趁这会儿，哎，没声，你睡会儿啊。行，哎呦，大姐你别生气。范老大呢？啊，范老大，不是。大姐你着什么急呀？我爸他岁数大了啊，对不住啊，来你坐会儿。你让我坐我就坐呀，你算老几啊？我老二。我范老二。我不找老二，我找老大。你把范老大给我叫出来。行，街坊邻居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是不是？来。哎呀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这都几点了，我还不回来呀？不是，你去加会班。是我这都几点了，我还加班啊？你别我，哎呦，家里边有客人呢。对，这是我发小。你快！小土豆，一边咕噜咕噜。你这时候回来干啥？你就是范老大吧？什么范老大呀？好汉做事好汉当啊，是不是你拉的我们家电闸？哦。楼上装修那就是你们家呀？哼，我还正要找你呢，这都几点了你们家还装修啊？扰民了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家这电闸我拉的。范老大我告诉你。行，我跟他说这事交我啊。不用，干嘛呀你啊？我都听说了，你都让人家给罚下来，都看大门去了，你拉人什么电闸呀？等会儿，你看大门的，你不是物业的？我是物业的啊。对，他以前是物业，这不是
前两天啊，一车主违章停车，他也是好心找俩人给人抬抬边去了。等会儿，他咕噜咕噜，怎么了又？哦，原来抬我车的是你呀、啊！哦，那违规那车主就是你呀、啊！我找你好几天了，你找我干啥呀？你凭什么抬我车呀？凭啥？你咋停车呀？啊，那儿不让停车，你不知道吗？你那车一停，后面十几辆车出不去，我只能抬你那车。出不去，你找我呀？我咋找你？我找不着你啊！找不着，不知道打电话吗？我打你这电话三次了，你都不接。陌生号码我能接吗？万一是诈骗电话呢？那我就只能抬你的车。抬我车，我就告你。你告我，我也得抬你的车。你凭什么拉我们家电闸？这都几点了，你还装修啊？你扰民了，我就得拉你家闸。扰民了，你不知道告诉我吗？我找不着你啊。找不着，不知道打电话吗？我打仨电话你都没接。陌生号码我能接吗？万一是诈骗电话呢？那我就只能拉你家电闸。那我就找，我就告你。你告我，我也得拉你家电闸。你不管我啥动物，我就管你这个耗子。你骂人！我还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这样，知道吗？啊，以后你要是扰民的话，我还得拉你家闸；以后你要是违规停车，我还得抬，我就拉，我就抬，我抬了抬抬，你抬抬，你能咋的？哦，还装上土了？你看你长得跟个破鼓似的，你就欠锤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上面有人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告你。你告我去，告我咋的？我都已经看大门了，你还能把我咋的？看大门？我让你明天擦大门。哎，别！哎呀，你少说两句吧，别打！哎呀，大姐呀、啊，你对我们家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，他老婆就是擦大门的。不是，你再告他，你让他也擦大门去，有一个大门，他两口子擦，是不是有点挤呀、啊？不是大姐，你别告了，你给我个面子行不行？算了，你哪来的面子？你算老几呀、啊？我老二啊，我犯老二，没你的事。你什么态度啊？不信你犯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不把电闸给我推上去，我就跟你没完。没完啥呀？你不就是告我吗？你告去，我跟你说，你到哪告我，我都不怕，我有理，我就是不怕。我还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别说让我擦小区大门口了，你就让我擦小区公共厕所，该咋着我还咋着。以后你违规我就抬，你扰民我就拉，我拉拉拉拉你拉拉，你能咋的？哎呀，行了，我说的，那谁，你消消气啊。呵，我这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平常在家里啊，一句话都没有，你跟人家怎么这么多话呀？还抬一抬，拉拉拉拉一拉拉，你闹肚子呀你啊！听我的啊，这事儿算了。气死我了！啊，这事儿算了。我必须得告他我。不是我跟你说，他就这么个直性子人，他得罪人多了，没人能管得了。你还找人？你找的谁呀？我说出来我吓死你俩。那谁呀？赵刚子。你找谁呀？赵刚子。哎呀我的妈呀，你上面这人是赵刚子呀？怕了吧？哎呀，你是找赵刚子把我罚到大门口去的是吗？吓死了吧。哎呀，吓死宝宝了。知道还等会儿。哎，大姐我问问你，你认识赵刚子呀？何止认识啊。哦，那你跟这赵刚子什么关系啊？红颜知己，知道吗？哦，这我可得问问啊。哎，他是不是以前追过你啊？什么叫以前呢？哦，现在还追你呢？腿脚比过去还利索呢。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哦，爸爸，哎，爸爸你得出来了，这事儿这局面完全失控了啊。哎呀，这我没想到啊，这个怎么了？他俩有关系。我听见了，听见了吧？你信了？我信呐，他能干得出来呀？滚犊子！挺有力度啊，赵刚子都听你的啊？我可听说了，赵刚子这人不好办事儿，除了他老丈人话，一般人话他都不听。他老丈人跟我也不是外人啊。那他老丈人跟你啥关系啊？他是我干爹。哦。
娘啊，你以后扒虾能不能看着点本儿？说话能不能有点准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就是赵刚子，我就是他老丈人，干女儿。那你是？我是老二，我是范老二，我跟他们没关系。行啊，你们一家人合着伙调理我是不是？我打电话，我你打电话咋的？你不就是上面找人告我吗？你告去，我告诉你，你告的太好了。我在这物业干了十几年了，我一直没升。你这一告，我领导找我谈话了，说我工作认真负责。嗯，小区的业主给我写了十几封表扬信，说了从今天开始提升我为公司副经理了。哇！哎呦嘿，好，好啊！而且领导还说了，以后咱们小区八个大门全给我管。对了，就你说擦大门那活也归我管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我告你干嘛呀？我告装修公司，我这活不让他干了。哎呀，成功了，这清静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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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谁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啊，我们家装修的活不让你们公司干了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什么啊？你们家物业有人啊？装修时间你说了算，想几点干就几点干。现在我们家电闸都被人拉了，出大事儿了，你人呢？不是我我。喂喂喂喂，哎呦，这信号不好，爸，我出去接啊。喂喂，钱师傅，范老二，嘿嘿嘿，快乐是个宝贝。